人伫咧讲无事不定三宝殿，又搁有啥物代志要来找我哈？有代志要拜托你啦。啊好啦，恁两个去讲啦，啊我走开，我去煮物件。哦，遐济啦哈。二哥啊，来遐济啊，看有啥物代志做你讲。哎，是毋是要过来甲我斗讲是倒一个查某人去讨到倒一个客啊，倒一个客啊去倒到倒一个查某是？我咧讲哦。阮新妇哦，即摆已经是疗养院转来啊，即拢好啊，恁若搁来乌白斗相，也是要来斗阮翁弟，讲阮翁弟伫外口讨囝仔，叫我去掠狗是毋？毋是啦，有代志要拜托你啦，你小我意思，你收起来啦。哦，做贼仔去互掠着，要叫我去替你做公亲哦？毋是啦，啊无是啥物空诶，啥物空啦？侥幸哦，啊你是去甲倒一口罩诶走人安怎哟？啊！特别叫我去替你讲情啊！不是啦，是我物件你搞洗碗咧，碰粉的啦。哈！伫你遐食面换洗碗，迄个碰粉的。哦，迄个查某囡仔，你也甲人无啦？啊，无是过安怎啦？啊，上早讲吼，碰粉的老母要来甲带转去啦。你查某甲含糊讲话啊！而且吼，我对碰粉的哦。哦，我知啦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因老母来啊，叫我去替你讲亲情。这未通啦，人因老母吼找因查某囝找到这来哦，咱搁头一摆甲伊见面吼，这未容易啦。不是啦，我意思讲吼，你来想办法把迄个碰面的留落来，你就好啊啦。哦，安尼哦。系啦系啦，安尼我做会到啦。哦，我听我食饱，啊我自然会去恁家，啊你先等，啊就较紧的呢。知啦。无咱要刷长牙哩。我出来啊。叫弟哥早点吃饭啊！唔免啦，我哦明仔还无工过咧啦。我咧讲吼，我绝对甲你拜，互你圆满圆满。有春啊，万事拜托。啊，这落空头哦，找我就对啊啦。我先走。哦，青草哦。有春啊。啊。啊，你甲弟哥在客厅遐饲母饲孙是咧厝啥？搁报啥物空头予你啊？啊！弟哥，我讲叫我讲这边吼，出来甲伊拼旅长啦。嗯，我当人五旅长着做好好，要拼啥物旅长啦？弟哥的意思是讲安尼啦，叫我先替伊做一下公亲，这个公亲啊做了会顺事了后吼，伊着要做我的运动员，要甲人赢出来做旅长。较卖啦，做政治吼，上好是卖插啦。哎呀，我是种田的呢，啊，即摆种田出新了后，就爱插种地。我甘愿你种田，嘛无爱你插种地。好啦，啊，无我先替你做公亲吼。天生啊，天生来吃饭哦。哦。阿爸母，嗯，来，进来吃饭来。这青草啦。嘿嘿，来。啊！恁某哪无出来吃？哦，伊伫房间啦。嗯，暗度甲叫伊出来吃。伊即摆有囡仔，上需要就是营养分，对无？啊，恁母啊，搁知讲伊转来，你看，办甲一道这么青草啊，去叫伊出来。你甲伊讲啦，讲咱今仔煮的是海鱼啊，哦，拢袂臊。啊，搁阿母今仔炒的青菜吼，迄咸汫拢掺甲足拄好的。啊，咱今仔煮的猪肉是夹心，袂油哦。阿母啊。原来我讲哦，伊知影你为了伊转来，啊，佫会煮一寡伊爱食的菜啦。啊，不过伊讲伊无啥胃口啦，食无啥会落啦。好啦，又知伊啦。你看啦，佫在张啊啦。甚物在张啦？啊，伊即摆都有囡仔，生生歹囡仔皮啊。啊，伊若爱安怎，咱顺伊就好啊啦。人各样，咱也得烦恼啦。啊，今即嘛好好吼，咱嘛烦恼。啊，今好好是要佫烦恼啥？啊！你无听拄我讲的啥物话？迄逐句话都藏人心肝意啊呢！医生有讲过啦，讲伊这款的才拄好尔吼，尽量莫甲伊刺激，啊无你敢讲要佫甲刺激互伊起痟？嘿啦，阿母啊，啊医生咧交代讲吼，啊原来到即摆就安尼，咱较忍耐咧啦。嗯，你讲啊就对啊，天生啊，
为着你的千金。安迪，为着咱的金早啊孙，咱尽量万行拢较顺利就好啊嘛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动！我来介绍，叫阮赵姆啦。我敢答应来哟，我叫较好听。碰婚的老母碰风的啦，啊？碰婚的老母碰风的哦，哦，名阁好了真古锥，安尼恁翁唔多做碰碰到底名哦。哎呦，侥幸哦，真是好这个名哦。不是啦，我是讲阮的碰到底名已经死啊啦。哦，歹势歹势，我甲你介绍啦，这是阮庄仔内的高人啊。无啦，什么高人？讲咱这新书就好啊。阮庄仔内新书啦。你大细项工课哦，若办袂通哦，现在出嘛就万事通啦。好妖啊，卖甲破甲悬啊！时到哦，你即阵我若办袂通的时，我唔出闹困。歹势哦，这代志是安尼啦，因为恁查某囝碰粉的吼，啊流浪来伫阮这庄头啦，啊可能是腹肚枵吼，煞走来阮弟哥啊这面摊的外口伫遐乱乱说。哦，啊结果弟哥啊捧一碗面互食啦，身怎甲留咧遮大滴无？你拢知啊？我哪会唔知呀？什么代志我拢嘛知。哎，咱这位电信新书啊，啊，今仔日弟哥叫你来吃，到底有什么代志哦？赶紧讲讲的，我真无闲嘞，我要来转嘞。好，好，好。是讲我要请问你哦，你唔知几个后生，几个查某囝？干那这个尔啦，五查某囝啦。哦，算金刚就对啦。啊，那我是生两个后生嘞啦，啊，我新妇嘛已经娶了啦。所以吼，我比你比较赢一注啊啦！啊，我们才伫咧想讲吼，既然甲恁碰粉的吼，伊即卡青米吼，已经去哦，阮弟哥啊，即个巷路会改煮虾饭啦吼。虾米啊？啊！哎呦，这弟哥啊，你一下甲我歹算啊你啊！这个代志你也做会出来哦？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，无。有春的啊，你甲安尼讲啦。啊，碰粉的唔是拢住伫你啊？啊，住伫我遐，就伊困伊的，我困我的啊。后妈的后来，弟哥呀！我跟你讲哦，你今日甲讲我清楚哦，要若无，我绝对唔放你煞啦！无啦无啦，我吼保证兼住煞，你若唔信哦，问恁查囝啦。有无？无？好哟，你当试无？人咧电影新书都讲有啊，你搁甲试无？啊好啊，弟哥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也甲我一个交代哦，要若无，我唔放你煞，我是甲你讲查囝尔呢。啊，你真正无啦？卖多少钱啦？有无吼？啊，带来去妇产科检查就知啊。啊，妇产科哪检查出来啦？哪检查袂出来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即摆从查囝来妇产科检查哦，阮查囝是从来冇甲查甫人夹过哦。检查若是有安怎，我替你算账。我跟你讲。好啦，莫遐扫兴啦。你带来去妇产科检查，不管是有还是无，才让我来甲你扫吼。好啦，奇怪哦，我才看你安怎扫啦。哼，行，来等啦。哎呦，你死头鬼啊！你想有够袂见着？好，我讲两句啊吼。哎，碰粉的，既然甲恁阿母吼要来带你转去，啊，你应该就甲伊先转去一下。啊，你若是有甲伊弟哥啊吼，要甲伊斗阵，这件代志哦，交我，我会甲你负责。是啦是啦，你甲阿母转去啦。行啦，唔好看我查囡仔还甲你计较。哥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即下要带阮查某囝来去检查哦，你这间店袂用甲我刷位哦。哎，电影新书啊，这间店要甲我顾好哦，时间若我找无哦，我来找你算账。哼，行。好样，有春啊，我明明写几条单，我要记得讲心情，让你母甲袂心酸，到尾嘛是放我咧孤单。放心啦。我摆这个局吼，就是你甲迄个碰阮的两个人爱情故事的开端。听无啦，听无你坐来，我甲你讲。弟哥啊，啊，你也已经食到七老八老啦，你看咧已经秃头啊，啊无一个后代。你也知呢，恁老爸老母生你是孤后生呢，靠你甲因传香炉香呢。啊，你若要娶一个某，你敢想讲要甲你这代族啊恁这代人孤毛坐证？有钱啊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一切哦，包在我的心上。哇，弟哥，妹，来，来，等客人来，吃饭吗？嗯，无。先生。啊。
啊，你唔是食饱？啊，你过来，我讲伊腹肚枵啦，我是讲腾几下个菜吼，互伊配饭啦。阿母，啊，这些啦，外婴啊，啊，你拄仔唔是讲胃口无好，食袂落？嘿啦，我拄才是食袂落啦，啊，就想讲哦，腹肚内底个囡仔哦，今日枵着无食袂用个啊，我毋才叫天上啊去甲我腾菜。啊，安尼啊，阿母腾下你食啦，菜拄仔搁几落项呢？啊，无啦，母，这我来了。 这早有卡是早有人的代志，查甫人出去外面。有，啊，这。有听到无？莫多加定地，紧出去。阿英啊，食饭会合嘴无？ 啊，那迄个咸汫袂下嘴，啊，甲母啊讲就好。袂啦，阿母，咸汫拄啊好啦，你也别同阮家安尼煮就好啦。哎呦，哦，臭皮啊，那今日紧啦。 啊！你先开啊！你要走啊！等领导讲。嗯，我无爱乱掉，后壁搁大个呢。哎，你再死啊你！哎，我哩等，你也进袂？我无。不会死啊！没事啊！没事啊！我哩等，我哩死啊！好事，你也进袂啦？哎呦！做袂啊！我只要听桥啦，我搁要过，你走。 哎呦喂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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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是看到别人去台车，你家己惊着跋倒的啊？哎呀，你问下你拗呢？我哪跟你拗？我是去跟你扶车，好心给你斟，好你生。哎，快走！救人哦！救人哦！弄死人哦！你走！救人哦！左边啊！阿贤啊！都不走，进来啦！我没有弄死，进来啦，进来啦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安怎啦？啊，我没有弄死啊啦，都弄掉啦，用到乌头才给我弄的啦。啊！我怎么走？哎呦喂啊！和尚，你把我还好无啦？哎呦，我骨头要断去啊！哎呦喂啊！哎呦，侥幸哦，你看，一担把床弄起，你嘛看到凹起，你看，哎呦，这大力，你看，侥幸哦！你讲讲无？来，我看，我弄起来弄无？这摆骨可能断了两三支哦。伊这该搬倒，我甲扶起来啊！啊！你会害啦！啊！我到尾有安怎无？你看伊油桶拢破破去啦！我看，但唔知佫会徛会袂咯。老兄啊，等。看看。你外地人哦，无你我粗残的你啊！我，但这几道路尾眼睛拢缩起啊！但这要来发啦！你无来看嘛？你哪知？你是捌行过后到尾无？这缩起来了后吼，你若甲落落吼，规台眼睛全崩去啦！厉害无？哎呦，妖仙哦！啊，那目睭你那弄弄破啦，啊，这手动的弄个跳架呢，啊，大姐，嘿，我，啊，这油桶都国坎的嘛会落去啊，呾。哎呦，都不错啊！我龟口早拢靠这条都把你夹进去啦，你也替我自己讲多啦。少年的啊，这和尚是足可怜的啦，因家吼一口早十几个拢靠这条都卖伫咧夹穿啦，因拢阮山顶遮也无车。还是利用奥多麦伫个载体趁钱，啊！但今仔日奥多麦歹去，啊！都等于弄破伊个饭碗，对无？何里桑，伊是家跋倒，我好心我甲菜来边仔个，即件我啥物？阿强啊，阿新啊，阿花啦，阿强啊，阿土啊，进来哦！阿强啊，何里桑，你放屁嘛？我袂走嘛。好啦，我放屁啦，我来瞧啦。无你要安怎恁讲嘛？即款奥多麦新个一台一万七千块啦，啊，准予你折旧啦，还有差一万块价值，啊，修理原因嘛。把你打六千，你伤咸啦！这路段有价值六千。阿强啊，阿新啊，阿花啦！好啦，不，七千块港币，头
四千块是你顶工收你的四千，即摆六千还是要收你袂起来嘞。哟，妈，咱搁定讲一下，迄无价值。阿强阿星，我老大，你来哦。来来来，六千就六千啦，千我衰啦。哎，哎呦喂！少年呢？怎啊？你老伙仔人安尼弄这个对无？这伤药上少嘛爱食咧十几贴，你嘛少迄落一个。阿才敢无够。阿强啊，先来，进来哦，进来哦。阿强啊，慢慢慢慢。阿斌啊，退。啊，哎呦，啊，哎呦喂，哎呦喂啊，哎呦喂，哎呦喂啊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啊！啊，我没事啊，我没事啊，啊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啊。我没事啊！哎哎，无啦，你来叫，我提灯来搞你满足。哟，咩？一条油你别再搞骗哦！来啦！郑小姐，这执行制作是做啥？我伫咧面试拍电视。拍电视？哦，安尼你看过足侪明星诶哦。啊，是讲你若想要来应征会见啊？啊，以前诶工课吼，时间较长啦。哦，是讲阮遮薪水袂介悬呢。袂要紧啦，因为我对吼会计有兴趣。哇，你一个月要摕到三万哦？啊！着我以前的制作人给我28000啊！啊，我即摆换工课，当然希望讲薪水会使较悬一点啊。哦，应该应该应该。哎，邓司令，哎，邓司令，遐坐一下。哦。郑小姐，啊，我再打电话甲你联络啦，吼。哦。好不？邓司令你好，我叫珍珍呐，我今年足强的哦，希望邓司令会使牵成。啊，我来，再见。我无送啊！阿队长，阿今日哪有闲啊？阿得，开始啊！喂，进场。有啊，花甲你送过安尼，还袂到？啊，你可能搭车来款啊，啊无你搁小等一下无？吼，歹势歹势歹势。喂，贵哦，阿来哦。9973哦，啊，歹势咧，迄组拄我无呢，啊，无我去工厂甲你催一下啦，啊，若回到吼，我再甲你讲，好不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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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，多谢。啊，对，歹势，叶宝，做了袂歹哦。袂歹啊啦，当初若不是来跟我斗相共，嘛无今日这间公司啊。迄是你甲爱婆啊，认真打拼。叶宝啊，当作是啊，我一看，就看讲你是一个人才。你要入去公司的时候，我嘛是真唔敢。也不过你有遐尼啊坚持，我就随你的意。啊是讲哦，你嘛无分失望啊，吼。可能是哦，我找我家己的兴趣啦，啊所以讲哦，发展空间哦比较较大啦。对啊，董事长。啊？我看你最近敢那真无闲哦，拍较乌呢。啊，都最近哦，甲人咧拍甲有笑啦。你无看咧拍甲规个面哦拢流皮。运动好啊，运动好啊，嘿。你若有兴趣哦，你来，我教你。我免老发度啦，我即马做无用的。我今日要请一个会计哦，就做头壳疼啊。介意的人啊，薪水遐尼悬啊，啊薪水低，佫无迄个能力啊。我真个唔知要安怎才好啦。无安尼啦，我叫丽君吼，幼婷的工会小办的，今日才甲你斗相共。唔好啦，董事长，伫幼婷教册哦，迄是丽君仔的兴趣。我总袂用个讲我公司欠人，啊叫伊来遮斗相共，啊迄边甲放个，安尼唔好啦。无要紧啦，天宝啊，而且我嘛是愈做愈有兴趣啊。啊，落幼稚园迄边吼，我已经和阮阿爸参详好啊，先叫别人去帮我画。啊，我想讲吼，要当遮好好甲伊斗相共啊。天宝啊，好啦，叫丽君哦，今日再甲你斗相共啦。天宝啊，你唔通袂记钱呢，我嘛是股东呢，我若加要来，你若无法度啊。爸母，就按决定，哦，啊是讲吼，你资金啊，若有啥物问题，你这里开嘴甲我讲，我支持你甲打底。多谢董事长。
想。